主屏幕滑动至 App 资源库，点击顶部搜索框，使用系统预置输入法，输入任意字符，然后切换至第三方输入法，双击全选字符，点击搜索，输入法自动隐藏后，再次双击字符，即可实现注销系统操作。如果出现问题，请关闭锁屏密码和面容后再试。